魔镜啊魔镜，向我展示你所记载的命运吧。啊，陈塘烈火焰烧天，焰里还生一朵莲，那是莲火骤降战北野，还有雷绕黑龙斗五岩，这些是没错。陈塘烈火焰烧天，焰里还生一朵莲，对应的是火莲小子出现。莲火骤降战北野是北荒原的战斗，雷绕黑龙斗五岩则是黑龙覆灭九王后，包括青铜王城、宇宙群岛。从一开始我就解开了魔镜的预言，从而知晓未来。大人，既然能提前知道风神小队在哪儿，那我们提前准备不就轻松消灭了吗？命运是绝对的，我们不可颠覆，只能顺从，所以我才制造出虫饼啊。三神联携，突虫龙。预言不会有错，虫龙必然会被三块风神积木和火莲小子消灭。只是，那应劫的虫龙可不一定是我。所以您才让我改造虫饼，还把自己的力量分给他，为的就是弄出另一个虫龙。现在大劫已除，还剩下三株同源同根生，一魂独占独留存。这三株说的是林小扎和金家木家，至于一魂独存，难道是他们战斗只会有一个活下来？可要是林小扎赢了，来读读这最后的预言。古龙吞珠无穷力，独霸宇宙永恒光。谁输谁赢都没关系，命运早已选中了我，我才是最后的赢家。糟糕，四不像撑不住了。摆好架，我们能赢。啊！你凭什么赢我？我可是有你们所有的数据。那可不是所有。李小张，攻击！虽然完全听不懂，不过看我的！啊！三尖两刃炮。没用的。我怎么牺牲不了？攻击有用啊！刚刚是什么招式？我怎么会没有数据？因为这是我刚想的。什么？虽然你有我们每个人的数据，但我们还有伙伴，只要并肩作战，我们就能创造出无数超越数据、超越自己的新招式。超越数据？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数据是绝对的。去让他见识一下风神小队的力量。霸岩枪，雷鸣斩，三尖两刃炮，接招吧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竟然超越了我的数据！不愧是你，就是有点肉麻。我们还有伙伴的力量。给我忘掉，听见没有？又不是我说的。请问大家忙完了吗？要是完了就赶紧去关石洞啊。对哦。得救了。这种害人的机关，看我打飞他！刚到。风神积木！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偶然发现的机关，我也太倒霉了。愚蠢，就连那是风神积木也不知道。你是谁？
李小赵在哪儿？奇怪，这封神金木怎么合上了？你管他为什么，先拿回来。按部就班，先消灭李小扎，再潇洒的抢走积木。啊，跟小扎一样的仿生人？难道灵珠系统被恶龙人仿造了？等着，我这就来支援你们。四不像能源不足，开始断电。啊，不会吧？和我一样的仿生人，你们是谁？金家、穆家，我们两个要消灭你。双魂觉醒。哼，潇洒的先发制人，拳不到你。风雷合一，黄金锤，啊，金刚印展开，皮肤撼术，金刚印困住他。什么？队长，木行流光刃。啊，什么？不够，帅吧？别挡害我！好机会，休想！啊，无动龙桩，射击！杨天，飞燕旋刃，在回旋斩。攻击得这样才潇洒。无动龙桩，锁定目标，射击，休想！金刚力，回击。消灭一切，我们也要活下去。我连击神召来，
我们没你走运。啊！小天神，上来！小机会，我死咬后边。雷鸣剑意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啊！我们可是双人驾驶。还能这样呢？被你来了。